玩具 TV 第27季第10集，咁啊，头先玩完一大轮车，跟住哇，系一个强人啊，就得埋嚟啦。好啦，咁啊，今次要介绍嘅就系上次已经噏过，但系又冇时间拍嘅五型拳嘅师傅，超人雷古洛斯。老实我睇呢一集，但系个 OP 咧真系非常之趣致嘅，系都唔净止趣致咁简单，因为坦白讲。如果有睇到呢、這、一個嗰四集，就好短，唔知六集 whatsoever 就完㗎啦。咁啊，但係佢嘅打鬥咧係他媽的精彩嘅，點解咧？完全係港式打鬥，真係完全係港式打鬥。咁啊，亦都糅合咗五型拳啦，咁啊嚟突出咗呢一個宇宙幻獸拳嘅奧義嘅。係啦，仲要係嗰度啲師傅好似跑錯廠咁啊，成日戰隊嗰邊走過嚟嘅。係啦，好啦，咁啊真係講翻只嘢啦。咁啊，其實都唔爭在我岔遠少少啊。咁如果即係大家有追開呢個鹹蛋超人，我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鼓勵大家睇呢一個。銀河格鬥命運的衝突嘅，因為呢一套嘢其實個拍攝手法同大家平時睇嗰個 YouTube 係完全唔同嘅，係啦，非常爽快。係佢哋嘅打鬥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咁啊，唔好講話淨係今次Rigorous 嘅短片啊，咁啊成套嘢嘅打鬥都唔會淨係話呢一個就係隔兩嘢玩摔跤啊慢動作嗰啲冇嘅。都是打兩個關刀就射的那隻非常之正，所以爽快感很強。好了，真的講回這東西了。好，搏殺配件，是的，是的，有了辦公室，是的，OK，是的。好了，那或者我拉回後一點，麻煩了。好了，那你見到其實講手型呢，它應該是史上啊、有錯正經，我相信佢真係市場最多嘅，因為你要記住本身即係呢一個宇宙幻獸拳糅合咗呢一個龍蛇虎殼炮五型，所以變咗佢基本上五個導師嘅必殺嘅手型咧，都齊曬喺度嘅，都不特止呢條友紋身噶嘛，佢送你一對唔紋身嘅早期型。所以基本上呢件嘢係非常之好。仲要佢有手握㗎嘛，所以佢另外送咗一節前肢俾你喎。係啦，所以仲要包埋利奧嘅拳頭。係咯，仲有一個唔同顏色㗎嘛。係啊，佢本身三條友用呢一個合擊，即係將呢一個 Absolutians 打敗嘅合擊技咧，咁亦都可以忠實重現嘅。好。好啦，真係拎只嘢出嚟啦。我睇紋身佬。係啦。或者我整翻型少少先。我係對佢有偏愛嘅，我可以好 firm 咁樣講，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呢一個設定。係。佢真係型到一個點，即係紋咗身嘅超人，我真係未見過，大佬。仲要紋得嚟咁型，同埋佢呢一個新嘅，我覺得係叫新嘅頭雕咧嘅頭款咧。是完全跟之前的鹹蛋超人是有幾大的分別的。好了，那么tune完個色，現在就靚仔了很多了。坦白說，其實如果大家有看到個短片的話，那么它本身的顏色其實就跟大家在電視熒光幕上見到的雷古洛斯是有些出入的。這個顏色不夠銀。紅色亦唔夠紅，咁你話將來會唔會出一個 return color 版咧？我唔敢亂講嘢啦。好啦，有我哋請呢個小攝影師，都係嗰句啦。既然佢秉承咗佢兩個恩師，所以你會見到佢兩邊膊頭即係有一個幻獸鬥士嘅。嘅 mark 啊，嘅紋身啊，係咪左青龍右白虎啊？冇錯，確實就係真嘅。左青龍都唔係青嘅，左就呢一個宇宙赤龍拳，係同呢一個宇宙白虎拳，係基本上都唔係赤龍白虎拳，而家就成為咗佢嘅最強秘技啦。勁！赤龍白虎拳，哇！真係大佬，你睇鹹蛋超人，你有冇諗過有咁多招數名啊？我就真係冇諗過。好啦，咁啊，睇下佢個可動啦。
咦，咁即係可以咁樣啦。是一啲都冇問題嘅。好啦，咁啊，耷低頭執錢又如何咧？翻眼得唔得？都可以望到自己嘅藍色嘅心口燈嘅。好啦，垂直向上，接近我都可以叫做90度嘅，其實。合格。咁啊，你會見到呢一度有一個球形關節。後面亦都會做多一節，可以令佢向前拉出嚟。雖然佢唔會識得用十字死光，不過佢嘅拳法真係比十字死光更加誇張。好啦，咁啊，至於原本平時大家見開嘅喺呢一個上臂位置嘅橫切，基於呢一個設定嘅關係，你都要就翻本身佢啲肌肉紋，所以就唔會喺呢一度做橫切嘅。通常鹹蛋超人嘅橫切就會靠翻喺呢個手教位嚟做左右轉。哦，咁都好啊。咁就唔會令到佢個外觀係啦，外觀有啲影響嘅。因為佢有老鼠仔嘅關係咧，咁啊個活動幅度就大概係100度左右，唔好影我啲須噃。拉翻後少少，拉翻後少少，系啦，好啱啦，好得噶啦，我哋就得噶啦。咁啊，見到個老鼠仔啦，同埋佢好型嘅紋身嘅，咁啊，拳頭呢啲其實大家都慣噶啦，問題不大。腰，舉翻高隻手先，因為佢本身係胸膊腰腰膊 hip， 所以變咗都係三節嘅。向前的幅度和向後的幅度，咁會見到佢嘅腹肌基本上都唔會有啲乜嘢破綻嘅，向後咬亦都係，咁佢銀色嘅塗裝亦都好 sharp。托賴純粹真係講 QC 咧，我呢一隻係做得唔錯嘅 ，thank you， 我唔使整多隻。咁啊，左右就唔使擔心啦，主要都係靠翻心口同腰嗰一節嚟轉。咁下邊亦都有少少補助嘅。好啦，咁啊到踢腿啦。多過90度少少。向後咧，就變咗可以一字馬啦。男人心。上格混沌。向前咬，接近接埋。前面其實佢都盡力去補完翻銀色嘅膝頭哥線條，同埋屈完個膝頭哥係舒服嘅，唔係奇怪嘅。冇錯，當然呢一度其實有好微小嘅破綻啦，係啦，咁啊唔見咗啦。呢種補完係咪比較少見咧？喺關節入邊？可以咁講，不過其實喺鹹蛋超人嚟講都常見嘅，因為始終佢哋嘅動作或者打鬥比較多咧，咁所以變咗呢一類型嘅膝關節設計，呢種蝴蝶關節咧都會係最常見噶啦。腳腕一個大家見慣嘅波 joint， 加埋呢一個鞋頭嘅關節，而本身佢喺呢一個波 joint 位。打橫嘅一個軸插住，就令到佢呢一個腳腕係可以好自然咁樣向內同埋向外屈曲。咁所以其實你真係玩開鹹蛋超人呢一個嘅可動性，其實係絕對冇問題嘅。同埋講可換性咧，即刻試下呢一個換手先。係哇！我未試過其實。呢啲換手我驚。係啊。好啦，咁啊呢一個就係佢 extra 嘅正常未紋身之前，未繼承呢一個赤龍同白虎拳法嗰陣時嘅學徒形態。試裝一個先，應該係呢一個啦。
难唔难掹咧？画意思作。咁你會見到呢一度有一個突出嚟嘅地方啦，咁啊跟翻呢一個膊頭位插翻入去，聽到咔一聲就搞掂啦。勁！出啲招嚟睇下咁樣，甩你。就係佢對上一集同呢一個尼奧同呢一個 Astra 合體技打敗呢一個Absolutian 嘅。咦，哇，拎得出嚟喎，大佬，哇，我驚啊，反而咩嚟嘅咧？好細粒啊，波子咁細粒。係啊，防潮珠咁樣。哇，大佬，我都係見咗你換防潮珠頂住。就真係揦嘢，大佬，哇，係都唔係揸得好實嘅啫喎。唔緊要，你換一個定一粒。喂，唔該曬喎。翻佢自己應有嘅戰鬥狀態嘅樣先。呢個拜託你啦！哇！呢個形狀真係我即刻嚟了啊！你有幾何見到呢啲加藤啊？唔係呢啲鶴嘴型嘅手勢啊？係咯。哇！唔知點解我一擺呢個動作，我隻手會震嘅，真係唔明。真係。係咯，真係好勁添啊！唔知點解。我呢個係 wood 嘅。不耐嘅手，但呢個成條手，學龍蛇虎學炮啊嘛！哇！呢個鐘你話，哇跌得好，正啊！哇！對於拳法有研究嘅我。你学过啲咩拳法咧？呢个系咪含含人含语人拳咧？好出名个呢个拳法。其实就系西洋拳。哇！净系摆完呢个已经可以收工啦。哇！呢只手未系传说中嘅加藤。我睇下有冇辦法可以企得穩先。佢呢一個要攞個平衡，就要啲技巧啊！真係先揾到你人嘅重心。係。腰馬合一。哇！我都哎呀，啱啱想讚下自己都唔得。嗯。各位觀眾，我擺完就。就收工噶啦！哇，點啊？好，下集見。